先准备一个空烟弹，这个烟弹两侧是有一个卡子固定的，只需拿一个小的螺丝刀尖嘴钳就行。外壳虽然坚固，材料是软的，就镶嵌到这个缝里，往上调两次，让它活动活动，附近松动一下，最后慢慢的挪到侧面，连接卡子的这个部分，想要让它下来，只需要撬就行。撬的时候不用太用力吧。因为这个本身就软材料，所以非常轻松，然后就轻而易举的啊，就把它拆开了。这时候需要用钳子，这里是电极部分，不要把这两侧的这个塑料柱状的这个东西给夹变形，要不然组装起来会比较麻烦。轻轻的夹。新的烟弹吧，它比较难往下夹，需要，往左面往上提一点，右面提一点，慢慢的取出来。如果这里变形的话，这个夹回去，然后这里面还有一层，这个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这里就是空烟弹，可以灌油，往里灌油，灌完油之后组装。这里，这两侧有俩小孔。这里有俩那个塑料柱状的东西，它俩可以连接在一起的，这个是一体的。然后这里有两个长条状的凹槽，这里也有一些突出，说明它俩是连接在一起的。这就安装好了，最后灌完油，然后再把这个插回去。这里它有一点错位。在拔下这个电极后，要将它归位，按压到原来的状态，之后往里一挤，好了。